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ara 林一心。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这一瓶，噔噔，黄金双击萃。这一瓶呢，可以说是近几年来非常火红的明星商品哦，而且它是全世界第一瓶由油加水混合质地而成的精华液。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它挤在肌肤上面的感觉，这个光泽。那我自己平常是使用在睡前，然后洗完脸之后擦它，因为我的皮肤啊算是比较偏干性的混合肌，就是两颊很干。那它擦上去之后，过了几天会发现，好像我皮肤的那个状况好蛮多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里面有添加超级食物姜黄萃取，它会倾听你肌肤的声音。比方说你肌肤想要什么，它就给你什么；缺少什么，它就会补充你什么。包括像是抗老啊、修护啊，或者是保湿，这些都应有尽有。跟黄金双击萃的双管包装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呢，还有这个兰花纯粹复活乳，它一样是两种质地的混合哦，有一层精华油，还有植萃乳的混合。那像我自己啊，因为现在秋冬有点在换季的时候，皮肤肤况都会比较容易干燥，那我就会加强在我两颊的部分，这样子的话呢，让我的那个皮肤更加的湿润。重点是呢，它不添加人工的香精，而且是毫无防腐剂的，所以皮肤用上去呢是非常非常的不错。这一款呢也是今年必备的单品，推荐给大家喽。这款我觉得非常厉害，它是氧气精华。那我之前失眠熬夜，隔天呢又要很早起来工作，所以我就在睡前赶快擦这个，起床也赶快擦，结果就发现，它直接出去不擦底妆都没有人发现，是不是超厉害？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在意一些眼部的小细纹，还有脸部浮肿的部分，我一定要推荐你两款超级好用的保养品。首先呢，就是这个赛车眼霜。它一推出之后是卖到狂缺货，因为它是60秒之内油感哦，那个细纹真的改善很多，而且眼部有拉提的效果，整个连眼线都不用飙太高好吗？这一瓶 V 脸精华也是我的最爱，我其实自己一开始接触克兰斯就是使用这一瓶精华，搭配我手法的一些按摩，由下而上，你就会发现水肿真的消除得非常多非常快，所以上镜呢会让你看起来更有精神更好看。还有什么克莱斯的产品是你觉得很好用，可是我没有提到的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喽。OK， 我要先去逛街了，拜拜。